赶紧把这两封信送到我孩子手里面，前面那家就是我儿子家。大妹子，咱们先上医院吧。我女儿的血样就在前面，快去。那行，你真的没事？快去啊！妈也想你们。小伟，你在家？赵哥，什么事儿？这是你妈给你留的一封信，你看一下。我妈给我留的信？不是，我妈怎么了？哎，你看见信就知道什么情况了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过去了。行，你慢点，赵哥。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也许妈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有你们这两个孩子。可惜，爸妈这辈子没有什么出息，没能给你们好的生活。小伟，你最懂事了，从小就跟着我下地干活，手上磨的血泡都不甘心。还有小米，你退学那年，妈知道你是为了你哥，你就是不想读书，妈也知道是为了什么，你就是想把这一份学让你哥上。妈是恨自己，当时恨不得把自己这老骨头给卖了，供你上学。咱们家总算把小伟给供出来了，他也是咱们家唯一一个有出息的人。咱是一家人，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骨肉相连，打碎骨头还连着筋啊。你们啊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妈把这房子给卖了，这钱你们两个一人一份儿。孩子，一定要学会感恩啊！妈走了，妈再也不能陪着你们了，孩子。其实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米，还这么小，妈担心，妈也伤心，怪妈无能。得了这样的病，妈再也陪不了你们了。是妈不好，妈照顾不了你们。孩子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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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妈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妈。
妈！妈，你醒醒！壮壮，嗯，怎么了你？自从啊，我们结了婚以后，你看，我是体重啊，一个劲的往上升。哎，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那就是你平时好吃懒做多了呗，吃完就躺在那儿睡，你也不锻炼一下。是啊，我总觉得我是得了嗜睡症了，这一，坐到沙发上，或者坐到哪里面。哎呀，这都想睡，都犯困，还好意思说呢。赵赵，你看咱们结婚前，你长得跟刘德华一样，瞅你现在跟个猪八戒。哎，是啊，我也不想这样，这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哎，行了，老赵，我也不跟你说了，絮絮叨叨絮絮叨叨，我那个等一下要去出个差。这星期六星期天你整出什么差啊？不是放假了吗？没有放假，是刚刚公司给我打了电话让我临时出个差。行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先去了。那行，那你去吧。嗯啊，早点回来啊。好。这乔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这给她发个视频吧。哎，她给我发过来了。喂，乔丽，老公啊，在那边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嗯，现在在干什么啊？我这不是刚洗完澡吗？我刚洗完澡出来就给你试了个屏。哦，哎，这刚想睡觉就想起来你了。这老婆你什么时间回来啊？我现在还不清楚呢，到时候跟你联系。啊，那行，老婆，这几天不见你，还真想你。这你长得真漂亮，哎，你穿着这蕾丝的睡衣，还真是太好看了。这像站在我的面前一样。什么好看不好看呢？这睡衣跟家里边穿的是一样的。哎，老婆，你快点回来吧，想你了。知道了，老公。那行。行，嗯，啊，挂了啊，好，挂了。嗯，这乔丽没关视频，这她在干什么？这是？好啊，乔丽，这背着我竟敢干这种事情，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。说个事情呗。说啊。啊，那咱们离婚吧。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这为什么呀，老赵？为什么离婚？你还有脸问我？你在外面干那的事情啊，我都看到了。我们视频的那一天，你忘了关视频了。老赵，那视频怎么了呀？你这怎么回事？我这刚进家门你就跟我说脏话，怎么了呀？到底你在那边搔首弄姿挑谁看呢？丢不丢人啊你？我丢什么人啊？老赵，回来你就这样质问我，还说这么难听。老赵，我实话告诉你嘛，我那是在直播。人家现在都说直播这个品牌挣钱还挺快的，咱现在不是计划着要一个小孩吗？那你经济来源怎么办呀？我不是想着多挣点钱吗？我就找了一个好的平台去做直播。你说这粉丝刚上来啊，这人缘刚熟，你就回到家里边这样责怪我。还直播？还什么平台？我看那是三无平台吧，就是几个有钱人给你几个钱，叫你在那里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
是不是啊？老赵，你说你的想法怎么这么肮脏呀？什么三无平台呀？那都是正规平台。你说你在手机上就没有看过这些平台吗？好多人在那直播，也有刷礼物的，但是你都不知道人家幕后是多辛苦啊！老是看到那些就这样的去说别人。哎，你也别说什么了，我也不想和你说那么多了，我们啊还是离婚吧。老赵，你也太无理取闹了，离婚是吧？行，我答应你，这婚离了，我就不信我不能过了。行，咱俩离婚。哼，离婚就离婚，谁离了谁不能过，是不是？行，那明天民政局见。行，民政局见。